看一下啊，这个碗很脏很油腻，这碗的四周都已经那个油腻都凝固在碗上了。啊，你关掉。这个洗是一分钟洗一筐，因为洗盘子多少的话，根据你的盘子大小放的，盘子大的话呢放的少一点，盘子小的话放的会大一点，会多一点。我们这个罩是双层罩，双层罩就是你连续使用的话，它不会皮肤接触到之后不会被烫伤。然后我们用的是双泵，如果你楼层高的话，水压不够的话，这个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。好，打开。看一下啊，洗得很干净，非常干净。我们内部结构也很简洁，清理起来也很方便。